小朋友想吃果冻，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，自己在家做好吃又好看。准备白凉粉，锅中倒入500毫升纯牛奶，半碗清水，加20克白凉粉，20克白砂糖，搅匀烧开，倒入杯中一半放凉凝固，再加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放一旁备用。另外500克清水加20克白凉粉，20克白砂糖，不断搅拌并烧开，倒入杯子的另一半，凝固后好吃又好看的白凉粉果冻就做好了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，吃的也放心。